学生的心理特征。90后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想主要呈现在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来分析的是90后大学生的一般的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这种心理特征。同时呢，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以及在大学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和临近毕业的时候，他又会呈现在三个不同阶段，或者说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来。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方面来分析一下一般的心理特征。一般的心理特征呢，我觉得第一点首先是体现在心理水平的二重性。怎么理解心理水平的二重性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可以说是幼稚的深刻性。幼稚的深刻性看起来好像是矛盾，一方面是深刻，一方面又是幼稚。确实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啊，可能会自我感觉非常的好，自己觉得对社会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对问题的看法有自己的主见，有独到的见解。但是往往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可能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比如我曾经就有一个学生，他在大学里面学习特别不用功，然后呢，总觉得这门课学了也没有用，那门课学了也没有用，到底自己在社会上实践的时候，这书本的东西有什么用啊？于是呢，整天要么就是上网，要么呢就想着，哎呦，我要提早去创业，我要怎么样的去赚大钱。结果呢，真的等他步入社会，开始自己创业的时候，才感受到，原来自己所掌握的东西远远不够，完全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这种发展。自己在大学里面完全是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所以以至于刚工作不久又回到学校来，经常可能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来蹭课呀，或者说再来跟老师沟通和交流一些问题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就是体现的心理水平的一种二重性，幼稚的深刻性。第二个呢，我就觉得是一种心理倾向的二重性。这个心理倾向的二重性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很矛盾。一个呢是年轻人朝气蓬勃，然后有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一种这样的动力，希望努力的进取，希望能够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会在生活当中碰到挫折以后，碰到困难以后，又会郁闷纠结，甚至于很抱怨厌世，甚至于还有的学生会产生一些对这个社会极度的不满，或者做出一些过激的一些行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也体现在我们年轻大学生身上，就是一种心理倾向的二重性，经常人是矛盾的。所以我经常讲，有的时候呢，很多学生是语言的巨人，却是行动的矮子，经常会有豪情万丈，但是经常又没有付诸行动，或者说在消极懒惰。这是我觉得第二个方面的心理特征。第三个普遍的心理特征呢，应该是体现在心理素质方面，心理素质结构的二重性，这个就表现得尤为突出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个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以在很多年轻大学生的口头上都流行这么一句话，说理想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却是很骨感的，很残酷的。所以往往就是会觉得在当初考进大学的时候，自己有非常多的人生目标，有非常多想要实现的理想，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原来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自己一味的想就可以得得到这个东西的，甚至于当自己付出了一些努力，也许都还也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那这个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自己有某些方面并不是很合乎规范呢？好，第二个心理素质结构的二重性，我觉得应该是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前面再跟大家说到，年轻的大学生性机能也趋于成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异性充满着一种好奇，而且情感也特别的丰富，并且
在尤其是自己遇到挫折、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特别希望有能够听他倾诉，同时自己也特别希望把好的一面表现在异性的面前，所以有一种非常渴望跟异性打交道、跟异性去接触的这样一种倾向、一种情感。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理智又告诉自己，哎，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包括自己如果特别心仪的、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也会再考虑到自己，哎，我的条件跟她般不般配，我能不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所以，往往情感和理智又在不断的斗争，在不断的矛盾着。第三点，这种心理素质结构的二重性呢，还体现在高求知欲与低识别力的一种矛盾。比如说这一点呢，我就在学校里面经常碰到有同学这么问我，老师啊，我就想利用大学的这4年当中多学一些知识，于是呢，我就想有没有别的系的课我可以去听，我可以去拿双学位。于是自己盲目的，就是根本就没有分析自己到底本来的专业是什么，然后你拓展到别的专业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交叉覆盖的地方，还是你必须要完全去接触一个新的领域，而自己以前所接触的知识跟你再要学的这个专业会不会有相对比较吻合、可以挂起钩来的地方？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呢，这种自己特别想学东西的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呢，又自己没有一种很好的一种识别的能力，尤其是有一些同学在上网去查找资料、去寻找一些信息的时候，这个方面的表现就尤为突出了。有的时候自己可以兼收并蓄，但是往往又分辨不清楚哪些东西对自己有用的。更有些同学呢，在学校里面整天就忙于去听这个讲座、那个讲座，去参加这个社团、那个社团，都想给自己长知识、长见识，但是呢，却无法分析哪些东西是真正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规划有用的。所以体现在高求知欲和低识别力的一种矛盾，这是心理素质二重性体现的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体现在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矛盾。我觉得这个在90后的大学生身上啊，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依赖性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几乎从来都没有做过家务，很多事情的处理都是爸爸妈妈去包办了，所以有一种非常强的依赖性。但是呢，在高中的时候，他又渴望着能够摆脱父母的庇佑，能够摆脱父母的这种管束，能够自己独立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往往呢，真正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又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该处理，于是就只好一个电话打回家去问爸爸妈妈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体现在独立性与依赖性的这样一种矛盾。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渴望交往与自我封闭的矛盾。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大学生突出表现的在心理素质方面的一个二重性。所谓自我封闭，是因为作为独生子女，可能过去跟人打交道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寒窗苦读12年，学习一直都非常的紧张，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跟外界打交道，于是呢，往往都是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更由于现在的高科技的发展，每个人手上可能都有一台电脑，于是有的同学有了这台电脑以后，几乎可以不要再跟别人去交往，觉得电脑上面就可以跟人交往，所以自我封闭非常的厉害。但是呢，往往来到大学以后发现，哎，还是需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沟通，才能够游刃有余，才能够自己非常的这种跟同学交往的过程当中，觉得非常的自如自在，所以呢，非常渴望跟人交往，但是往往又不知道正确的交往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则，所以呢，这种渴望交往和自我封闭的矛盾也是非常突出的。最后体现在心理素质结构的二重性的是强烈的性意识与道德规范的矛盾。说实话，这一点呢，现在在大学当中，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学生，比如说有的刚一进大学不久，就在外面开始租房子，和自己的男朋友和自己的女朋友在外面租房子住了。那么，其实有一种非常强的一种性意识，但是呢，
又会知道，在这个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道德约束、道德规范。那这个时候呢，自己也会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时时会觉得有一些自责，而且往往在外面租房子跟异性同居的时候，这往往是不被父母所知道的，也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所以往往这样一种情况就会更加的这种心理的矛盾就会更加的突出。所以我想心理素质结构方面的二重性，这几个方面在我们九零后的大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那心理特征体现的除了这种普遍的一些特征以外，还会在大学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体现。我想把大学的四年的生活，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初入大学时期的适应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应该说基本上是属于大二和大三，甚至于大一第二个学期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呢，可以说是准备就业的一个阶段了，那就已经到大四，或者说是大四的第二个学期了。那可以说这么讲，这三个阶段当中，前后的两个阶段时间相对来讲都比较短，而稳定发展的阶段应该是周期最长的，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那么这三个阶段我想也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特征。比如说初入大学的时候，这个适应的阶段可以概括这么两个词，是由学会向会学转变。因为高中的三年为了高考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而这个时候呢，只是说要把高考要学的那些都高考要考的那些东西怎么是学会去掌握它。可是到了大学以后啊，就不仅仅只是学会了，而是要会学，要掌握学习方法，要运用这种方法去面对所有的知识体系，面对所有的课程都能够独立的去完成。所以独立与创新也可以说是大学学习的最显著的特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最矛盾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因为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在当初把大学想象得太美，而且呢在高中的时候有老师时刻盯着你，父母也盯着你，那到了大学以后可能已经没有了班主任，也没有了父母成天一天到晚的这种盯着，那么一切都要靠自觉。所以怎么样的迅速的变成会学，就我觉得是当代大学生在步入大学的初级阶段所首要的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进入到大二大三以后，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时期了。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的学子们开始享受大学生活的时候了。但是往往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两极分化非常的明显，处在积极的一面的同学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学生活太美了，太丰富了，我可以有学不完的课程，我可以有参加不完的活动，我可以去运用自己所学的东西为社会服务，可以规划自己的未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往往这样的学生呈现出来的一种这种现象，这种状态是非常乐观非常积极的。真正的大学四年成了他整个人生当中最难以忘却的四年。但是呢，也有的同学就会觉得，哎呀，突然手头上自己有钱自由支配了，而且没有父母的管束了，天高皇帝远，于是自己觉得天马行空，有的沉溺在网络游戏当中，有的沉溺在这种与异性的这种热恋交往当中，有的甚至于呢整天的逃课睡懒觉，于是呢自己越来越觉得一种恶性的一种循环，对学习越来越失去了一种兴趣。所以这个时候两极分化也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时候我期待我们的年轻学子们能够在进入大学以后马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进入到快速的进入到这个享受大学生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最后呢会进入到了就业准备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要开始毕业实习，开始撰写毕业论文，那么社会活动也会越来越多，更渴望去了解社会，跟社会打交道，并且呢期待有人能够有机构能够认可自己的能力，
能够在毕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心理，我觉得又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浮躁的一个时期，而且呢，一个很迷茫，自己尤其是像有那些大学生，或者说比较优秀的话，也不知道这个选择职业到底怎么选择，而有一些专业水平、专业学的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又会开始着急自己，哎，后面我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我觉得心理上又会呈现出一种浮躁、矛盾、焦虑，而且呢，这样一种复杂的一种心理过程。所以当我们了解了90后大学生的一般的心理特征，以及在大学不同的时期的这样的心理特征的时候，我想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可能要来有针对性的选择，比如说看一些书籍，听一些讲座，来让自己的心理得到一种平复，让自己的心理状态调节到最好的一种状态，来真正让大学的四年成为自己人生当中最美好、最具有回忆的四年。